咱这一台也有开槽功能，也有开槽功能，而且这个开槽功能做的还挺好。这个开槽功能，咱这个开槽只能开直槽，就是一条直线、水平线过去的这种槽也可以开，三轴的是可以开波浪的，这种可以开。你比方说，这个板子上面没有任何孔位，我可以通过设置这个参数，来在上面打出侧打孔来。咱国内的这个木销都是在这个东西的内侧，就像这种一样，木销都是在内侧。但是你刚才给我那个客户那个照片，刚才你给我在群里发那个图片，那个外国客户的那个木销是在外侧的，所以说像这种情况，咱这个侧打孔是打不出来的。这个上下是靠这个手来调节的，